处于一个动荡世界的我们，和谐成为人类最重要的目标与希望。本次力宝国际雕塑双年奖的主题定为和谐。艺术是文明和谐共融下的结晶，希望借由艺术的力量，让不同国籍、不同媒材、不同世代、不同地区的艺术家，在这次的双年奖表现心中那份对于和谐的想象，让多元的声音与想法能在力宝国际雕塑双年奖中展现出百家争鸣却又和谐共融的前景。期待能透过这样的征件比赛，成为一个平台，不仅让国际艺术家看见台湾，也让台湾艺术家在世界中发光发热。